都去对付伴娘去了。哎，这都下去溜达点吧，咱们一会儿十点半，你耍你吧，再往前点呗，再往前一点点，倒门了。好，溜下。是的，不敢放了，咱就赚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有点酸，我跟你说。来，哥，你看一下空气。我这伸伸屁股呗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行不行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回家就没事了，赶紧回，赶紧回。来，别挤我呀！赶紧回！不要管他吗？往下放，杯子没拿回来，你现在那杯子，要不就走吧。来，老婆，杯子吧，把这个送了。谢谢。再把红白鸭，再把白鸭夹子拿起来，把夹子夹起来。来，老婆，往上放上，让坐。坐，坐，来，坐好了。刚坐那是喜字上，来你们，你自己往前坐。来，OK， 来 OK， 来老顾那个找鞋去。我上了洗手，啊、对。来放大，放大。来，没个心条，还能买能行吗？这是不行吧？给你们。对，我们接一下牌，把牌拿走，你们去接去。婷婷，把牌给他们，把牌给他们。啊，结果再拿红包，婷婷。给你们红包。说谢谢嫂子。谢谢嫂子。一起照顾。一直靠你。杨妈。再递给婆婆，递给婆婆，谢谢婆婆。谢谢婆婆。没做好，没有。新娘别着急，香不香？香。哎，好，可以。咱们那个阿姨让叔叔进来，可以。老顾，你一定要对新娘好，否则只有你好看。现在你对新人给父母敬茶，干杯，老顾。给媳妇儿给一杯，把那杯放下。对，今天来给父母敬茶，给父母敬茶。拿什么茶？谢谢。阿姨喝，阿姨喝，阿姨喝。哎，这钱嘛，就给我放了，放到哪里？就那个。来好，来鞠三躬，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